这边请。张雨欣，他成绩很好，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，好像生活上也蛮困难的。他很有绘画的天分，我们想资助他读书。 绘画，我倒没发现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有你们好心人的帮助，对他来讲一定是件好事情。老师啊，雨欣在哪里？我们急着想见他。啊，他应该在教室。走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张雨欣，今天轮到你值日，如果你再逃跑，我一定回去告老师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姐姐，你放学了吗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别叫我姐姐，以后你也别拉我班级。是妈妈叫我放学了跟你一起回家的，够了你。哦，那我什么也不说了，那我们一起回家吧。你是不是有点傻呀？你想让我跟你回家？嗯。 那你先帮我把厕所打扫干净。好，只要姐姐跟我一起回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雨欣。 有人从镇湖来看你，等把手续办好了，我们就过来接你。谢谢你们，雨欣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再见，谢老师，金教授，再见。 再见。啊，上车吧。